各位听友好，中国政治局在拼命阻止经济下滑，而万达这样有深厚中共权贵家族背景的企业，不带头在国内拉动内需，反而却在海外不停买买买。是什么原因使万达不愿将钱留在国内，而是拼命转移到海外呢？本期《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外参杂志主编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外参第77期的内容：权贵家族对中国经济丧失信心，王健林海外狂买不止。贺女士，你好。你好。有着深厚中国权贵家族背景的大连万达，2016年呢，最引人注目的商业行为当属万达商业地产宣布退出港股。请问是什么原因使万达商业地产在香港上市仅仅一年多之后就选择了退出呢？万达商业地产选择退出港股的原因是因为在香港捞不到钱。作为一家房地产公司，万达的高资金成本以及并不突出的收益都使投资者心存疑虑，因此其在港交所的市值长期低于公司净资产。从香港退市的这个万达商业地产准备回归 A 股喽？是的，万达商业地产回归 A 股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容易圈钱。对比在香港上市的万达商业地产和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万达院线，就会发现同是截止到2016年，万达商业地产的市盈率仅为5.82倍，而万达院线的市盈率已经超过75倍。万达凭借自己的中共权贵家族背景在 A 股圈钱，可谓是占尽地利和人和。用网友的话说，就是还是祖国好啊，资本主义的香港对骗子打击太严，稍有邪念都会面临坐牢的风险，回来 A 股什么都好说，大不了就是下不为例。另外，万达商业地产回归 A 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2014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萎缩，万达的效益也逐年下滑。在此背景下，回 A 股圈钱对于万达来说就更加重要了。既然万达凭借深厚的中共权贵家族背景在国内享有各种特权，那为什么其盈利近一段时间来却持续下滑呢？这是因为国内整体经济环境恶化，中国的实体经济早已是哀鸿遍野，之前靠房地产和金融造成的虚假经济泡沫破灭在即。本期外参综合多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连 L 型走势都守不住了，即将进入漫长的衰退期。在这种外部环境下，即使拥有各种特权的万达都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在国内大赚特赚了，因此其将眼光望向了海外市场。王健林在2016年初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外界说万达就知道买买买，那我们就继续买。万达在海外大肆扩张，是否有除了商业利益之外的其他什么原因呢？自2012年购买美国电影院线 AMC 开始，万达就开启了在海外的买买买模式，其势头一直有增无减。仅2016年上半年，万达在斥资35亿美元拿下了美国传奇影业的控股权后，又计划收购好莱坞6家电影巨头之一的派拉蒙影业。王健林曾经说，如果目标公司合乎我们的胃口，那么在预算上没有上限。万达斥巨资在海外买买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一些中共权贵家族已经对中国经济彻底丧失了信心。除了我刚才谈到的中国经济形势恶化以外，这些权贵家族对于习近平挽救中国经济也不抱任何信心。2016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掌舵大国经济，习近平引领中国经济开启新航程》。此文章显示，习近平已经将经济大权彻底收归己有。根据中国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凡是中共强化党治集权之时，经济必然出现大崩盘。如1957年反右搞党天下，随后就是大跃进和大饥荒。
显然，中共权贵家族对这些历史经验教训记忆犹新，对习近平执掌经济大权更是毫无信心。众所周知，习近平甚至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常识。因此，近一段时间来，为了避免在中国经济崩溃过程中遭受财产损失，中国权贵家族加快了向海外转移资产的步伐。好，谢谢贺主编的介绍。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明镜书刊》，由外参杂志贺兰若主编为大家介绍有关权贵家族对中国经济丧失信心，王健林海外狂买不止。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礼拜天《明镜书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Thank you.